老夫人，赵山，哎，打听到了没有啊？老夫人，俺们又打听了一次，这牧民城里城外，凡是认识少爷的人，俺们都问过了，还是没有少爷的消息。哎呀，警察局呢？警察局问过吗？问过了，也没有。哦，对了，老夫人，这警察也到处找少爷呢。哎呀，这混小子！ 他能去哪儿呢？他不会出事吧？这俺们也不知道，俺们也没听说呀。娘，你就别担心了。与其朋友多，他一定有自己的办法，不会出啥事儿的。哎呀，话是这么说，这小子再混，他也惦记着家，惦记着娘，他从小到大没在外面过一个年。 娘，我有一件事儿一直想跟你说，但我又怕是我自己想错了。啥事啊？那天李管家来找玉琪，我隐隐约约听见，说是去见三木，从那天开始，玉琪就再也没有回来过。所以我在想，玉琪是不是投靠三木去了，离开了木萍？ 不会吧，他咋能投靠日本人呢？那可是当汉奸呢！娘，现在警察到处都在抓他，抓住了就没命了。我在想，也许是他暂时到三木那里去躲一躲，等风头过了，他就会回来的。罪孽呀，罪孽呀，这躲得了初一，躲不了十五。 他把人销毁打死了，这血债早晚有一天得还呐。娘，玉琪的债，咱这辈子是还不清了。只要以后陶家有什么难处，我就是砸锅卖铁，当牛做马，也一定会帮他们的。唉，也只能这样了。 转眼又到了春天，全国的抗日救亡运动如火如荼，各界人民纷纷声援东北和华北的抗日军队。可是没的花边社抗日捐款，只完成了四分之一。柳胜很着急，梅也很着急，花边社的姐妹都很着急。 大家夜以继日地编织花边，争取尽早地把抗日捐款凑齐，送给抗日的队伍打鬼子。马茂南先生，你看看我们这些花边怎么样？ 你的花边越做越好，这次我肯定会给你好点的价钱。能多给多少？能多给一成。能不能再多给点？再多的话，这个生意没法做。那，您这次可以多给点，下次可以少给。啊？日本人占了我们东北和华北，我们想捐款给我们那里的抗日队伍。啊，我明白你的意思。 你的想法很好，日本人的确很可恶，你们应该把他们赶出中国去。但是做生意呢，如果赔了本，我的股东他们不会同意。这可怎么办？我们的抗日队伍需要钱和武器。这样，今年夏天会举办一个博览会。 这是非常好的机会，你的花边可以去试试。如果能获大奖的话，我的公司会拿出一大笔定金，足够你们五年的花边。太好了，我一定争取拿大奖。梅，我希望你尽早能把你的样品给我，我就是下个月跟夫人回欧洲。我们会拿着你的花边去交给这个筹委会。好。
我一定拿出我最好的花边。邱小姐，有件礼物我要送给你，打开看看。陈少爷，这个礼物太贵重了吧？比你做出的贡献，这点礼物算不了什么。陈少爷，我在你心里真的这么重要吗？你设计的花边太好看了，你的工作能力也很杰出。那和梅相比，我们两个谁更杰出？在你心里，我还是比不上梅。恕我直言，如果我早认识你，我和梅的那次合作就不会存在了。陈少爷，谢谢你。我希望你以后不要叫我陈少爷。对，应该叫你陈会长。你现在是木瓶商会的会长了。也不要叫我陈会长。那叫你什么？叫我的名字，一德。好，那就叫你一德。秋。有件事情我要告诉你。今天我去仁德洋行，马木兰先生跟我说，欧洲准备举办一个博览会，他希望我们设计出更加美丽的花边，争取在博览会上获得金奖。你送我这件礼物，应该就是为了这件事吧？不是，秋，梅的花边社已经报名参加了。我们不能落后。好，一德，你放心，如果这次我拿不到金奖，从此以后我就再也不会织花边了。我就喜欢你这种不服输的劲头，来，我由衷的敬你一杯。这么好的机会是你给我的，应该我敬你才对。那我们互敬。互敬。